我是很多中国菜，所以最近非常胖。有长胖我觉得还好耶，因为中国菜非常好吃，所以我不可以定说唐老鸭又来了。好，所以中国的菜吸引他。 OK、yeah、唱一段最近常听的歌。 Sing a song。 很少听他就是认真的唱。对， Sing a songsong。 OK OK、yeah。 最近我认识了中国的歌曲。一点点一点点。好，快快快好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哇，深情哎，掌声！哇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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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害羞了。赞多有学到什么词？今天我学习了，宝贝，宝贝，对对对，宝贝。你冲着台上喊一句，你冲台上喊一句，宝贝。走，我学习了怎么用“宝贝”的单词。好，“宝贝”这个词非常好用。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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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都是宝贝。OK， 宝贝。OK， 好。fake， 接下来，来下一个 ，AK， 我先 ，Which one is ready？ 确认哦，给我一个最终的 last one answer。我选 Santa， 米卡一脸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我们选择的是 Santa， 好，已是 Santa 吃到的这个里面是不是有 wasabi， 是不是有芥末？你直接再吃一口。我的刚刚是非常甜，非常甜，不是他，所以接下来，哦，哎，我看到谁呀？周柯宇最快，博远，我谁呀？高进成，是我，不，等等，是我，是你，你们要全放，去问，我看到好像是小九最快 ，three， two， one， 我。是吗？或者是我觉得是。一起来看，人家喊三二一了。哦哦，我还是三二一。戴老师还没喊。好好，这次不脏不脏不脏。One two three， 我给你。刘璋是谁？这应该是一。Oh my god， 我不知道是谁呢，我真不。完，这个是谁？哦，这个下等一下等一下。二 one。谁？刚才谁走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AK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three two one。Mika， 你觉得是谁？这个很有特点吧？这个眼神。小九，照片。是不是赞多？一起来个大屏幕。哇哦！好，好帅啊！还有两张哦。接下来下一张会是谁？来看大屏幕。哎，再来一次，再来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先占多这个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 ！Three, two, one。知道。都知道是谁？肯定周柯宇，是吧？哦，别猜错了，千万，这是周柯宇。从中综艺的时候到现在，每天我爱，我感觉到了你们的爱。所以我可以努力，还有现在我有朋友们 ，Into One，Into One 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存在，所以我们会努力，所以大家，大家一起帮助我们，谢谢，我爱你们，彼此见证互相的成长，继续支持，赞多，谢谢。